哎，别别别！若是平日我就让你画了，今日可是开春以来第一次进宫谢恩，可马虎不得。怕什么？当今皇后娘娘最温和善良。当初我在禹州的时候，嘴一馋就去她那吃东西，她知道你是我娘子，定会苛求。从前是从前，现在可不能像从前那般无拘无束。那要不我陪你去？那多没规矩啊，多不好。我到了宫里，我就尽量少说话，多磕头就是了，别的一概不问，一概不提。装傻，装傻我是老手。小狐狸崽子又要装羔羊。不是小狐狸。你看，你们家孤二哥跟着你呢，肯定是怕你怯场。哎，我们家那位不就没这么体贴了？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他原本没必要对我这么好。那你好还不行吗？我们家那位要是这样，我做梦都要小心你。我是怕日后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。报答？这夫妇本为一体，有什么好报答的？出那块。两位娘子庄恩，太后差老奴请两位娘子移步保慈宫。这两个姑娘是在我身边长的，眼瞅着年纪大了，我是想着让他们去伺候皇帝，留在宫里，这样呢也方便时常过来看看我。说的倒是，不过官家说想裁撤宫人，削减用度，怕是养不了那么多。盛娘子，听说顾将军的院子还空着呢，不如你多领走几个吧。嗯，